然后去 query Google Map 的 API， 然后把比如说 Computer 少于某个地方的留下来，其他的全部砍掉，大概是这样一个 idea。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搜寻啊，这看起来像药房。这就是快棍，这就是快棍。药盒比较，药盒比较，网站比较 fancy。他们俩是药盒。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搜寻30分钟，然后 go， 那我们就去 query Google Map， 然后会把、欸、真的会变的、欸，会把不是三十分钟以外的地方删掉，但删到在 west。然后它的旁边地点是那个爬楼走，所以说对，就离爬楼走开车30分钟的地方。就会留下来，其他就会砍掉。看起来，因为 Google API 很慢，不要怪。看起来有点诡异，对，但是。我可以问一个问题。他问。因为他有时候那个 Craigslist 他那个 map 不一定是 accurate。我们是他们的 map， 没有，我们是抓它的经纬度，然后直接去 query，、okay, okay. 所以说那个，所以你也是 rely on 他们 input 的那个经纬度，对对对，所以就是 query 他们。所以如果他们有些我知道会，有时候你 search Palo Alto end up somewhere in from Gilroy come through， 因为他给你的经纬度是假的。那就没办法，就是你没有办法。那可能可以可能可以再做一些 filter，、okay. 但是黑客怂啊，大概就半个小时要随便乱做一下， okay. 不能要求太高。现在请问一下，那个 commute 的时间是算什么时候啊？什么？是 commute 的时间？现在目前因为虽然随便乱做，所以大概就是现在的时间。那以后可应该可以放个 bus， 以后要算上下班时间吧？你可以放个 bus， 应付说你要什么 Monday 九点之类的。哇！请问那个是 commute 到哪里啊？现在是 Palo Alto。OK。commute 到每个 post 的。现在是 Palo Alto driving， 所以你可以选你要 driving 还是 public transport， 那个 Google API 里面有，所以你可以去 query 不同的。选择，比如说你想坐公车还是巴士，大概是这样。OK， 那这个 questions。今天真的很不容易，因为算是我们第一次办，然后居然还是有一组把东西抬出来。这次之后我们会有办法再更进步，就是希望接下来的几次会有更多working project。那然后再来下一组是做完了这边有 immigration。OK。